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通過反對中電同港燈嘅加價建議。 會議亦都通過議員陳鑑霖提出要求兩電押後加價兩個月嘅冇約束力動議，但係申請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要求政府同兩電提供詳細財務資料，包括係調整電費嘅理據，動議就不獲通過。因為就算而家你攞 PMP 都好啦，你都冇呢個程序可以處理得到嘅，唔係我哋事務委員會話攞 PMP 就可以攞 PMP 嘅。我呢個動議並不是阻佢一月一號加價，我冇咁天真。 環境局提交立法會嘅最新文件顯示，中電今年嘅整體營運開支係歷年最高。五出年再高一成一，出年用嘅燃料較今年少，但係燃料費要加，局長邱騰華質疑中電以減排為加價嘅理由唔充分。減排嘅裝置咧，唔係淨係由2012先至做，呢個工作過往幾年一路都做，而且係接近尾聲，所以個入帳咧係年年都有。所以我哋解釋咧就話，呢個係一個必要嘅開支，但係不能夠全面去解釋點解2012年係咪就係因為個減排嘅裝置就能夠解釋到中電喺呢一年裡面能夠即係要有一個9.2% 嘅增幅咧？但係中電堅持無意改變決定或者係延遲加價，會繼續同政府磋商。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政府把關不力。 就算你點質疑，點都唔同意中電啲數咧，你係不能夠不批佢嗰個電費，或者倒翻轉應該咁講，根本佢唔需要你批佢嘅電費嘅加幅嘅，咁所以咧，你根本係漏咗招喺呢方面，你根本你成日話把關，最緊要個關你冇把嘅。 代表商界嘅議員亦都話，兩電取消高容量客户折扣，唔支持冇諮詢業界，批評係賺到盡。當局星期三喺長沙灣家禽批發市場銷毀咗近20,000隻家禽，期間抽取咗180個樣本，全部對流感呈陰性反應。明年即係2012年嘅1月12日之前咧，漁護署咧亦會繼續咧係巡查本地所有嘅雞場兩次。 亦都會繼續會抽取樣本作禽流感嘅測試。我哋喺目前嚟講咧，係喺食安心咧檢查嘅冰鮮雞嘅樣本咧，係一共有150個，亦都係全部都滿意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表示，會改善追查死雞來源嘅程序。漁護署現時嘅初步嘅構思咧，係喺食環署家禽批發市場咧係建立收集死雞來源嘅資料嘅制度。 亦都規定咧，批發商喺發現死雞之時咧，係必須向批發市場當值，即係我哋有24小時當值嘅，而當值嘅漁護署嘅人員咧係情報，而署方嘅人員咧會代為記錄呢個雞隻嘅來源同埋佢相關嘅資料。佢又指現時海關同食環署會加強巡視，打擊非法走私活家禽。 業界支持政府嘅改善措施，但認為執行嘅時候有一定困難。即係當然啦，比起以往啊，應該係進步咗。以往人哋掉落去咧，佢都唔知邊個㗎，好似依家嗰只死雞究竟係邊個㗎都唔知。但係咧，即係咁樣係咪就可以話解決到嗰個問題咧？呢啲就我哋諗下，就應該係都唔係最佳嘅辦法。 业界希望当局推出新安排嘅时候，应该征询佢哋嘅意见。武警连续发射几枚催泪弹，驱散逐步逼近嘅示威者。示威者即刻跑到几十米外，用水洗面。有人踢走啱啱发射出嚟嘅催泪弹。 但系等到催泪器睇散咗之后，过千个示威者又再次聚集喺邻近深汕高速公路，开门出口嘅一个油站，同大约100米外嘅武警对视，有人试图冲向被警方封锁嘅收费站。喺收费站外同埋高速公路上面停泊咗几十部警车，大批武警驻守，拉起封锁线，武警喺附近巡逻，一度派出多名相信系便衣警察混入人群入面。但系聚集嘅示威者越嚟越多，佢哋话不满当局日前以武力驱散示威嘅民众。他们打人民，所以他们这些人就要用砖头打他们嘛。
佢哋又手持標語高叫口號，要求釋放多名相信係被拘捕嘅示威村民，又要求政府停止喺鎮上面興建第二間燃煤發電廠嘅計劃，保障居民健康。他們連日來發起遊行示威，直至到日前官方立場軟化。新華社報導，汕頭市環保局承諾要經過海門居民同意之後才會起電廠，但是示威者始終不相信當局最終會放棄起電廠的計劃。他只是說延遲建設，延遲的意思就是還要降嘛，對不對？他們又說都是自願地表達訴求，不是受到少部分人煽動才上街。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汤汉亦都提到，今年佛山小女孩黄月被汽车剪过，途人同埋司机不顾而去。佢话悲剧提醒我哋要去除自私，多啲关爱有需要嘅人。佢又呼吁政府同埋商界解决住屋问题。主耶稣喺马槽诞生，因为喺客栈里头，佢嘅乡亲揾唔到地方。今日喺香港，好多人亦揾唔到居住嘅地方。我特別向政府、富有人士和商界團體發出呼籲，請他們致力解決住屋的迫切問題。他說這是每個家庭的基本需要和權利，希望社會多些關注。聖誕節即將來臨，聖公會大主教邝保罗說，香港人在慶祝時漸漸忘卻聖誕節的精神。他特別提到最近的花園街大火，說感受到香港人與人的隔膜不斷加深，覺得香港人很冷漠。香港社會充斥住一股只顧維護既得利益的個人主義風氣，大家都只是看重私利，罔顧公共利益和其他人的需要。他又說社會充斥排外心態，失去包容之心，希望社會同舟共濟。